记者，无论是高能少年团还是京城五少，好几位成员都有过女装扮相，比如王俊凯、刘昊然、易烊千玺等。你觉得谁的造型更胜一筹？张一山造型大家各有千秋，我肯定不是最美的，因为我长得不够漂亮，不够帅气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往可爱那个方向努力。记者，从事演员这个职业，你觉得是烦恼更多还是快乐更多？张一山，我能够一直在做这件事，是因为我热爱这个行业，精神上得到了满足，金钱上也得到了满足。我拍戏别人会给我片酬，我拿片酬过日子，过生活，养家，养爸妈，这就是一种满足。但是精神上的满足最重要，因为就算一份工作可以给你足够的金钱和礼仪，但你特别不喜欢，那早晚都会崩溃。我是一个比较纯粹随心所欲的人，物质上能够过生活就可以了，够吃够喝就挺好，但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做自己热爱的工作最重要。